话说是这样的，我有部单车又装了一个骑脚的，但是我发现架车是接不埋，被只脚顶住。好朋友狗狗都可以见证的。当然有骑脚，那影相来讲就方便很多啦。但我拆了之后就发现再周围去想同佢影相，我用个樽又不是很方便，点算好呢？竹镬铲只需要15元就可以日本城买到。这个设计其实我忍住笑的了，真是笑死人。但它又很方便，还轻过碳纤维。